还是真诚嘛，嗯，勇敢嘛，啊，别怕失败，对吧？是，来吧，这个阶段先给大家这些建议啊，来，然后之后再慢慢爱情，那我们就开始吧，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向我表白吗？向您展示他的表白，哦、然后您觉得这个能够打动对方，你就给他一个玫瑰花。OK， 一共有二十束。OK， 好。当然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真的是要跟你表白，有可能吧？哎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因为我以为都是男生，结果现场有女生。对，因为报名来参加还有那么多的女生，所以、冲您而来的有可能啊、八成是的。那我们先请第一组好不好？有请，第一组是从这里开始，是不是？好。那我们有请于和伟老师，我们的神秘星探，来第一位。那我们请这个第一组的十位站成一排，好吗？好，我们站成一排啊，对对对对，靠拢一点。好，那我开始了啊。嗯，行。此时此刻呢，我有太多太多话想跟你说，但是心情太激动了，我想先为你做几个俯卧撑，休息一下。哇！就是展示你是有力量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然后我简单的唱几句给大家我的心情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放弃我自己，只要你真心那爱的我的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什么都愿意，愿意。一路来呢，这很不容易。我希望我的未来有你参与。乖乖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快请起，请起，怎么样？吴老师，你觉得这样的能打动吗？很棒的。不，现在是等于现在我们多少个名额？只有二十个名额，只有二十个名额。哎，但你要觉得好，你可以给他。所以你可以先忍着。不是，就是说他要有60个表白，选出20个出来。对对对对。但是我觉得不管后面怎么样，这个我要给他，因为他是第一个特别勇敢的人，第一个啊来表白的。掌声欢迎！好，恭喜恭喜！哇，旗开得胜啊！后面的选手说别送。